也有哈，开始计算，反正这个地方差别是把 A1 改 A6 哦，然后这个 A 等于6嘛，第六个哈，然后特别注意这个公式部分是把上面两个加起来减掉第三个，所以可是特别注意我前面加一个什么 CLNG 有没有？这个东西因为什么要加这个呢？主要原因是因为哈，如果你不加这个的话，它本来 test box 里面传回来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文字，它是一个字串。那 C 就是 change 的意思，转换的意思。所以 C 开头的这个函数呢，都是转换。LNG 呢，就是 long。那 long 为什么？那如果你用那个 CINT 的话 ，INT 是转换成什么？转换为整数。那 long 也是整数，可是 long 是长整数。那 VBA 如果是用 INT 的话，哦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是会有个问题，因为 int 哦 ，int 它的这个最大的数字哦，能够容纳的整数只有32000多了哦。如果你超过这个整数的数字的话，那就会有什么？就有错误产生，它就会无法转换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用 c long 的话是长整数，它的大小可以超过这个数字，哦，应该是在16进位、哦，然后32进位，所以呢最大的数字容忍的范围会比较大一点点。OK， 那其实这相关的东西啊，各位也可以查一下。如果说因为这有些东西我不刻意记啦，但是答案。